狄更斯远大前程第十五章，我渐渐长大成人，不能在吴府赛先生姑奶奶办的夜校里再待下去，从此便结束了在那位被会老太教会下的读书生涯。真要说结束吗？其实是在毕地把他的全部知识都传授给我以后才结束的。他什么都传授给我了，从那份小价目表起，一直到半个便士买来的滑稽小调，无一不传授给了我。那只小调只有开头两行歌词是勉强读得通的。上次我去伦敦逛一逛啊，嘟噜罗噜，谁知上了一大当啊。话虽如此，可是为了要长进学问，我竟然也郑重其事把这首歌词都背熟了。对这首歌词的价值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怀疑，只是认为到今天还认为嘟噜嘟噜太多了些，而诗意则未免太少了些。我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，因此就请求吴府赛先生赏赐我一点点精神食粮充充饥也好，居然蒙他浮云。谁知他只想把我当作戏台上的傀儡来摆布，任他申斥，任他吓唬，任他搂着我掉泪，任他抓，任他戳，任他没头没脸的乱打，总之是花样百出，无奇不有。我马上谢绝了这种教育方式。不过等我谢绝的时候，吴府赛先生早已凭着他那一股诗意的激情打得我皮开肉绽了。我只要得到一点知识就要设法传授给乔，这话听来却乎冠冕堂皇，所以非得略加说明不可，否则良心上实在过不去。我之所以要传授知识给乔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我是要乔变得高尚些，有教养些，配得上做我的朋友，也好少挨艾斯黛拉的骂。沼地上的古炮台就是我们读书写字的地方，我们的文具用品就是一块破石板和小半段石笔，乔则少不了还要带上一支烟斗。乔总是这个星期记不得上个星期的课，其实他也根本就没有从我这儿学到过一点半滴知识，可是他在古炮台前抽起烟来却比平日更有那么一种有识之士的风度，甚至可以说是饱学之士的风度，好像觉得自己的学问一日千里，颇有造诣的样子。我的老朋友啊，你要真是这样那就好了。古炮台前既愉快又安静，炮台对面点点翻影在河上缓缓移动，逢到落潮的时候看去仿佛船身沉没在水下，仿佛沉船仍在水底航行。每逢看到这些鼓着白帆准备出海的船只，总不免要想起郝薇香小姐和艾斯黛拉。每逢夕阳西斜，映红了远方的云朵，风帆青山翠峦或是水滨河边，我又要想起他们。郝薇香小姐，艾斯黛拉，那幢奇怪的住宅，那种奇怪的生活，好像跟每一件诗情画意的风物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有一个星期天，乔津津有味地抽着烟斗，有意夸大其词，一个劲儿推说自己笨得无可救药。我没法可想，只得放他一天假。我在土地上躺了一会儿，手托着下巴，浏览着眼前的景物，望遍了天空和河海，想寻找郝薇香小姐和艾斯黛拉的踪迹。最后我决定把久久萦回在我心头的一个想法告诉乔。我说，乔，你看我应当不应当去看看郝薇香小姐。
乔慢悠悠地思考着，回答道：“嗯，皮普，去干什么呀？去干什么？乔，没有什么事就不能去看看人家吗？”乔说：“皮普，你要是去看别人，这话你也许没说错。不过郝薇香小姐却不能随便去看，她也许会以为你是去要东西的。要她给你什么东西？”乔，难道我就不能讲清楚我不是要她的东西吗？老朋友，你当然可以讲清楚，他也许会相信，可也说不定不相信呢。乔子以为这句话击中了要害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便使劲抽着烟斗，免得话一啰嗦反而效果冲淡了。过了一会，乔觉得话已经起了作用，就又继续说：“你要知道，皮普，郝薇香小姐已经对你很大方了。郝薇香小姐给你那一大笔钱的时候，还特地把我喊回去，对我说，总共就是这些。”不错，乔，她的话我也听见了。乔又加重口气说了一遍，总共就是这些。不错，乔，我跟你说了，她的话我也听见了。皮普，我是说，他这话的意思可能是说，咱们到此为止，你去干你的正经，从今以后，咱们一个天南，一个的北，一刀两断，各不相干。我也早就想到过这层意思，现在又听说他也是这样想，越发觉得我的猜想大概是不错的了。这样我当然要大不高兴了。我说，乔，你怎么说，老朋友？我说，我跟你做学徒也快一年了，自从我们签了师徒合同以后，我还没有去谢过郝薇香小姐，没有上门去向她请过安，也没有向她表示过一点心意。这倒是实话，皮普，你要么就打个全驸马提帖送给他，不过照我看是这么着，你即使打个全驸马提帖送给他，他没有马，拿了这样的礼物也没有用啊。我不是要用这种办法向他表示心意，乔，我不是说要给他送礼，可是乔一心只想到送礼，偏要礼物长礼物短的唠叨下去。他说，就算我帮你打一副新链条送给他锁大门，或者打一两百个鲨鱼头的大螺丝钉送给他家常用用，或者做件把轻巧精致的小玩意儿，比如送给他一把烤叉好烤烤松饼，或者送给他一只铁格子烤架好烤烤小鳗鱼什么的。我连忙打断他的话，我根本不打算给他送礼呢，乔。乔依旧礼物长礼物短的唠叨下去，倒像是我有意催他说下去似的。嗯，皮普，要是换了我的话，我就不送。是呀，我就是不送。他的大门常年用链条锁着，何必再送他一副？鲨鱼头的螺丝钉容易引起他误解。打烤叉少不了铜匠活儿，你是干不好的。再说铁格子烤架吧，哪怕是最出色的手艺人，在一副烤架上也显不出功夫来，因为一副烤架一百年也只是一副烤架。瞧这一番话，句句苦口婆心，好像竭力要让我从执迷不悟中清醒过来。不管你打得多么讲究，可打出来的到底只是一副烤架，你乐意也罢，不乐意也罢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我抓住他的外衣，急得大声嚷道：“亲爱的乔，别再唠叨下去了，我可根本没有想送什么礼物给郝薇香小姐呀。”乔这才表示同意，说道：“对，皮普，你不要送。
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。你想得很对。仿佛他争了这半天，原来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是啊，瞧。我的意思也不过是说，我们眼前活儿也不多。假使明天你放我半天假，我打算到镇上去一趟，看看艾斯戴·郝威香小姐。乔一本正经地说，皮普，她的名字并不叫做艾斯戴·威香呀，总不见得她改了名字吧。我知道，乔，我知道。这是我说溜了嘴。你看我这样打算好不好，乔。话休絮烦，总之乔的意思就是只要我认为好，他也就认为好。但他特别讲明一点。如果人家并没有诚意接待我。换句话说，尽管我这种拜访不过是表示感恩，并无他意，但人家如果并不欢迎我下次再去，那么在这次试探性的拜访之后，千万不要再去第二趟。这个条件我也答应了。且说乔还雇了一个伙计，名叫奥利克，他的工资是做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的。据他自己说，他的教名叫做陶尔吉。这显然是胡说八道。不过他这个人性子极其固执。我相信他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异想天开，而是故意捏造假名，欺负乡下人无知。他是个肩膀宽阔、插手插脚、黑皮肤、大力气的家伙，一举一动从来不带劲，老是拖拖沓沓的，甚至每天上工也没有一点诚心上工的样子，总是拖拖沓沓走了进来，好像只是偶然路过而已。到三船仙酒家去吃午饭也好，晚上放工回去也好，总是拖拖沓沓，既像该隐，又像那个流浪的犹太人，仿佛自己也不知道要上哪儿去，也根本不打算回家。他寄居在沼地上一个管水闸人的家里，上工的日子便从那隐僻的住处拖拖沓沓走来，双手插在裤袋里，中饭用一只袋子盛着，松松的套在脖子上，吊在背后。星期天则多半是整天躺在堤坝上，要不就往干草堆或谷仓上一靠，站上个大半天。走起路来老是那么拖拖沓沓，东晃晃西荡荡，眼睛盯着地上。如果有人招呼他，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非得他抬起头来看一眼不可，他就显出一副又是不乐意又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气，仿佛他有生以来脑袋瓜子只转过一个念头，就是人家老是不让他好好的想心思。这实在可怪，也实在可气。陶尔吉·奥利克这个脾气古怪的伙计很不喜欢我。早在我年纪既小、胆子又小的时候，他就哄我说魔鬼就住在铁匠铺子的一个黑洞洞的墙角里，说他跟这个魔鬼是老相识，还说每隔七年就得把一个男孩活活的扔到炉子里去，这样炉火才能保持不熄。说我就是这么一块扔进炉子的材料。后来我做了乔的学徒，奥利克大概就有了成见，认为我迟早要抢掉他的饭碗，从此就更加不喜欢我。倒并不是说他在言语上或行动上公然有敌视我的表示，可我注意到他打起铁来老是故意让火花飞溅到我跟前，我只要一开口唱客来门老头，他就插进来把调子打乱。且说第二天我提醒乔要告半天假，那时候陶尔吉·奥利克也在场，
正在干活。奥利克当时并没有吭声，因为他和乔正在合力打一块通红的铁，我则在拉风箱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把铁锤往地上一撑，说：喂，东家，对我们两个人，你总不会厚此而薄彼吧？小匹普能准半天假，奥利克老头总也能享受同等待遇喽。我看他不过25岁光景，可是动不动就要称自己老头。你要这半天假打算干什么？奥利克说。我打算干什么？我倒要问问他打算干什么。他打算干什么，我就打算干什么。皮普吗？他要到镇上去一趟。那一位倒真是了不起，他马上反唇相讥。原来如此。奥利克老头嘛，他也打算到镇上去一趟。要到镇上去，两个都去的。总不见得只去的一个吧。不要动肝火。奥利克粗声大气地嚷道。我爱动就动。有人上得了镇，有人偏上不得。我说，东家，这可不成啊。一家铺子里可不能两样待人呐、啊。要像个男子汉才是。东家没有理会他这一套。后来奥利克总算气平了些。他冲到炉子跟前。前出一根烧红的铁棒。对准我刺过来。仿佛要在我身上戳一个对穿窟窿。可是铁棒到我脑袋旁边忽然一转，却落到了铁针上。他就动手锤起来。我看他简直是把那根铁棒当作我的替身在锤。飞蹦的火花仿佛是我四溅的鲜血。锤到最后，铁是冷了，他自己却热不可当。于是他重又把铁锤往地上一撑，说道。我说，东家。乔反问他一句，你现在没气了吗？老奥立刻板起了脸说，哎，没气了。那么看你平日干活也不算偷懒，就大家都放半天假吧。姐姐一直站在院子里不吭一声，这些话都给她听见了。她专爱打探偷听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当时他就马上从一个窗口里探进头来。他数落乔说，你这个脓包真干得出来。随随便便就给这种只配关水牢船的大懒虫放假。我看你一定是个百万富翁吧。白出工钱不叫干活。我要是他东家的话，倒要请他看看我的手段。奥利克不怀好意地咧嘴一笑，顶撞他说，只要你敢，什么人的东家你都能做。乔说，别惹他。姐姐的火儿渐渐大起来了，他答道，天下什么样的傻瓜坏蛋我都能对付。能对付傻瓜，当然就能对付你东家。你东家是天字第一号没头脑的大傻瓜。能对付坏蛋，当然就能对付你。像你这样面孔凶煞、良心黑透的坏蛋，就是跑到法兰西也找不出第二个。哼，伙计咆哮道，葛吉瑞老太婆，你这个下贱泼妇。常言道，泼妇善识坏蛋，难怪你是个专任坏蛋的大行家。别去惹他好不好？姐姐又是嚷又是哭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这是什么话？皮普，奥利克那家伙跟我说的是什么话？当着我汉子的面，他竟敢这样骂我！呜呜呜！他的每一声呼喊都像鬼哭神号，我不能不怪我姐姐不是。他和我见过的一切泼妇犯的都是一个毛病。我们不能因为他性子不好，动不动就要发脾气而原谅了他。
因为他这脾气并不是情不自禁发起来的，他明明是故意装腔作势，不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没脾气偏要逼着自己发脾气，于是这脾气就一步一步愈发愈大，终于闹到昏天黑地。他当着我男人的面骂我什么呀，我那个男人也真孬，亏他还在圣坛上发过誓要一辈子保护我呢。呜呜，你还不快过来抱住我。呜呜，火鸡咬牙切齿地咆哮道，哎哎哎，谁叫你不做我的老婆，否则我就来抱你了，我就把你按在抽水桶下面，教你一个不透气儿，看你还敢不敢。跟你说别惹他，姐姐嚷道。呜，你们听听他骂了什么呀，说着双手一拍，发出一声呼天抢地的嚎叫。他的脾气这就发到第二个阶段了，你们听听他骂了我什么呀，不得好死的奥利克，竟敢在我家里这样放肆，我是个嫁了人有了主的女人呀，你竟敢当着我汉子的面这样作践我。姐姐拍了一阵巴掌，乱嚷乱叫了一阵，然后又是捶胸口，又是捶膝盖，扔掉头上的帽子，狠命扯自己的头发。经过了这几个阶段，就完全达到了疯癫状态，脾气发到了家，成了个实实足足的泼妇，便一头向门里冲来。幸亏我早就把门锁上了，瞧这个倒霉蛋，刚才有一句没一句的拦劝了一阵，人家只当作耳边风，这会儿他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只好壮起胆子来对付那个伙计。他责问奥利克干涉他们夫妇的事情究竟是何居心，又问奥利克有没有种跟他见个高下。奥利克老头觉得事情已经弄到这个地步，不动武也过不了关，便立即摆出了防卫的架势。于是双方连身上烧焦了烤烂了的围裙也不及解下，就像两个巨人似的交起手来。在我们那一代，我还没见过有哪一个人经得起巧几拳揍。奥利克简直就像上次跟我斗拳的那位白面少年绅士一样不顶事，一下子就被乔打倒在煤灰堆里，躺在那儿不敢爬起来了。于是乔便开了门走出去扶起姐姐，原来姐姐已经昏倒在窗下，不过依我看他们这一架他刚才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乔把她抱进屋来，放在床上设法让她苏醒，他却一味使劲挣扎，双手揪住乔的头发不放。喧嚣过后，鸦雀无声，特别宁静。我上楼去换衣服，心里恍惚觉得今天像是星期天，而且像是死了什么人似的，每逢闹极而静，我老是有这种感觉。换好衣服走下楼来，只见乔和奥利克两个人已经在打扫，一场风波就此消歇。要说还留下什么痕迹，无非是奥利克的一边鼻孔上留下了一道裂口，看来既无意趣也欠美观。他们从三船仙酒家买来了一壶啤酒，心平气和地一块儿喝着，这种闹极而静的气氛使乔心平如水，眼如折人打者。他跟我一块儿出了门，把我送到大路上，有如临别赠我以药石之言一样，特地对我说道，皮普，忽而暴跳如雷，忽而不暴跳如雷，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此处无需细数，
我再次前往郝薇香小姐府上时，心情是如何荒唐可笑。因为有些感情对一个成人来说原即正常，可是一到一个孩子身上就显得十分可笑了。也无需细述我在他家大门口徘徊了多少回才下定决心打铃，也无需细述我如何犹豫再三，想要不打门铃赶紧回家，更无需细述我平日的时间由不得我自己支配，否则我这次一定过门不入，宁可下次再来。这一次来开门的不是艾斯黛拉，而是莎拉·普凯特小姐。普凯特小姐说：怎么了？你又来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说我不过是来看看郝薇香小姐。莎拉听了这话，显然是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把我打发走，可是她毕竟担待不起责任，不愿造次，还是让我进去了。没多大功夫，传话出来，只说叫我上去。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郝薇香小姐只是一个人待在房里。她一双眼睛盯在我身上，说道：哦，你该不是来要钱的吧？我可没有什么给你了。哪儿的话呢，郝薇香小姐。我只是来告诉您一声，我做了学徒，过得很好，常常想起，非常感激你。他还是那样不耐烦地挥挥手指，说：得了，得了，常常来玩玩吧，到你生日那天来吧。哎呦呦，他突然嚷了一声，连人带椅子转过来冲着我说：你东张西望，是在找艾斯黛拉吗？嗯。我东张西望，的确是在找艾斯黛拉，于是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她身体一定很好吧？郝薇香小姐说：出国去了，接受上流小姐的教育去了，离这儿可远着呢，越发比以前美了，谁见了都爱呢，你可见不到她了，明白吗？最后一句话充满着幸灾乐祸的意味，说完还发出一阵令人很不好受的笑声，叫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好在他马上就打发我回家，总算免了我一番操心。那胡桃可怜的沙拉砰的一声在我背后关上了大门，我一肚子的不满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。不满自己的家庭，不满自身的行业，不满一切的一切，此行的全部收获就是如此而已。沿着大街漫步走去，闷闷不乐地望望大街上的橱窗，心里盘算着，假使我也是个上等人，我买些什么呢？正在这时，忽然从一家书店里走出来一个人，你倒是谁？原来是吴甫塞先生。吴甫塞先生手里拿着一本感人的悲剧著作《乔治·巴恩威尔的身世》，是刚刚花了6个便士买来的，因为他马上就要到潘波去先生那里去喝茶，准备把这个剧本拿去一字不漏的照本宣读给潘波去听。一看见我，似乎就认为这是上天有意安排，要让我这个学徒来听他宣读剧本，因此他一把抓住我不放，一定要我跟他一块儿到潘波去公馆的客厅里去坐坐。我知道反正回到家里也是难受，夜间昏黑，路上凄清，好歹有个伴儿同行总胜似一个人赶路，因此也没有多推辞，到的潘波去家里。不早不迟，恰巧是大街上和铺子里纷纷上灯的时候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乔治·巴恩威尔的绅士一剧的演出，不知道通常演出一场需要多少时间。不过，我记得明明白白，
那天晚上一直朗诵到9点半才结束。吴甫塞先生一进新门监狱，我就担心他恐怕上不了绞刑架了，因为他这不光彩的一生前面都是一表而过，可是进了监狱以后就大做其文章了。他居然埋怨自己花开正茂便俱遭摧残，我觉得这未免有些肉麻。其实他是此生伊始便已走上了灼伤生机的道路，一夜又一夜的凋零败落。然而这还不过是叫人感到冗长可厌而已。最使我痛恨的是，我明明清白无辜，他们居然把整个剧情拿来栽在我的身上。巴恩威尔一开始走上邪路，潘波去就怒眼瞪着我，我可实在想要叫屈。吴甫塞也费尽心血，非要把我表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不可。我成了剧中主角，性子既残暴又爱哭鼻子，受了妓女密尔伍的唆使去谋杀自己的伯父，情无可恕，罪不容诛。密尔伍哪一次不是说的我俯首帖耳，哑口无言？偏偏我那老板的女儿心里就只有我一个，我十恶不赦，他也不以为意。至于我在那个要紧关头的早上吓得气喘吁吁，迟疑了好半晌才动手，我看这与我平日为人软弱倒是一致的。最后我总算被处了绞刑，吴甫塞也把书合上了，可是潘波去还坐在那里拿眼睛瞪着我，大摇其头说道：前车可鉴呐，孩子，前车可鉴。仿佛谁都知道我只要把自己的一个什么至亲哄得动了善心，做了我的恩主，我就会动脑筋去谋害他似的。完事之后，我和吴甫塞先生同路回家。此时已是夜黑如漆，一出镇就遇到大雾，又浓又湿，关卡上的灯看去只是一团模糊，好像挪了个地方。浓雾里射出的灯光好像伸出手去可以摸得着抓得住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我们便说风向转了，沼地上哪个地方又起雾了。正在闲谈之际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在关卡橘子后面磨磨蹭蹭走着。我们停下来喊道：喂，那边是奥利克吗？他应了一声是啊，便磨磨蹭蹭走出来。我在这里歇一会儿，想等个人同路，你这么晚才回去呀？奥利克坦然自若地回答说：是吗？你也不早啊。吴甫塞先生为自己刚才的演出感到得意非凡，便说：奥利克先生，我们刚刚举行了一个文娱晚会，尽兴而归。奥利克老头只是咕哝了一声，仿佛他对于此道根本没有什么议论可发。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继续赶路。我就问他是不是利用了这半天假期在镇上逛了个够。是啊，逛了整整半天。你一走，我就跟着来了。我没有看见你，不过我恐怕就在你后面。你可听见炮声又响了？我问：是水牢里在放炮吗？可不是，又逃走了犯人。从擦黑起炮声没停过，你听着吧，一会儿又要响了。果然没走几步路，迎面就轰隆一响传来了那熟悉的炮声。雾重炮声也沉，瓮声瓮气地沿着河边洼地渐渐远去，仿佛要去追赶逃犯，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。这样的晚上逃跑倒是挺好不过的，逃出水牢的犯人就好比是飞出笼的鸟，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天气，上哪儿去逮他们呢？他这番话倒勾起了我的心病。
我不禁默默地想起心思来。吴甫塞先生呢？他还在串演今晚的悲剧中的那个好心不得好报的伯父，此身游在坎伯威尔他自己的花园里，内心在沉思，嘴里在嘀咕。奥利克双手插在裤袋里，挨在我身旁磨磨蹭蹭地走着，一路上又黑又湿又泥泞，脚踩下去泥水直溅，信号炮声又时不时地迎面传来，又闷声闷气地沿着河道渐渐远去。我憋着一肚子心思不开口。吴甫塞先生一连死了三次，在坎伯威尔花园里是一片慈爱土尽而死，在波士韦田野是以死相拼力战而死，在格拉斯通伯瑞则是受尽痛苦而死。奥利克有时候哼哼唧唧，加油打呀，加油打，克莱门老头，臂膀粗呀，劲头大，克莱门老头。我看他是喝过酒了，不过并没有喝醉。我们就这样回到了村里，路过三船仙酒家已经是11点钟。只见店门大开，一片混乱，到处都是平日少见的蜡烛，显然都是匆匆点亮了又匆匆搁下的。我们不禁大吃一惊，吴甫塞先生便进去打听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他还以为是逮住了逃犯呢，可是一转眼他就急急忙忙奔了出来。他也不停一下，一边跑一边嚷，你家里出了事了，皮普，快跑回去看看。我追上去问道，出了什么事？奥利克也紧紧挨在我身边，我不大清楚，好像是乔葛吉瑞没在家的时候，有人闯进你们家去了，大概是些逃犯干的，你们家里有人给打伤了。我们只顾拼命奔跑，也来不及多说话，一口气直奔到厨房里。厨房里挤满了人，全村的人都赶来了，有的只好待在院子里。厨房当中站着一位外科医生，还有乔，还有好些妇女。看热闹的人一看见我来了，连忙给我让出路来。我这才明白是姐姐出了事，她不省人事，一动不动地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。原来她是面朝着火炉的时候，被什么人照准后脑壳猛一家伙打倒在地上的。尽管她和乔还有一段夫妻的缘分，可是这辈子却再也不能暴跳如雷了。